传译，要大家知影国土规划法，甲咱的即马区域吼区域计划法，跟未来的国土计划法，这当中有啥物差别？咱即个国土规划法有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内底一个啊叫做国土保育，一个叫做海洋保育，这两个啊，讲实在啊，咱地方政府啊，无在了治所啦。这两项就是啊，为咱中央归落来，因为呢，咱有中央有一个啊，整个国土的模拟图，这个模拟图落来，啊，咱就甲看国土保育、海洋保育这两块，管政府大概爱依照中央，其他呢，农业发展甲城乡发展，哦，这呢，咱就是依照中央啊，25公顷内面上起码80%。农村的设施，这叫做农一啦，哦，啊那其他一般啦，会当改为是农二啦，哦，今仔日啦，伫180年的4月30日，咱昆林县政府已经突破，突破其他的县市呢，你去问看卖啊，有倒一个县市主张农业权，无呢？对不对？再来有倒一个县市主张啊？宗教建筑要合法化，嘛无啊。再来呢，因为咱是高龄化的关系，主张啊，咱所谓社福用地，咱嘛按纳入。所以啊，咱已经比别的关系较重视，因为呢，中央每一届针对国土计划法的审议啊，会议内底，咱提出来，伊无一定要讲照单全收啊。哇，我本来讲啊，然后78县、61县、台三县呐、台一县呐，吼，今年最大条呀，变啊500米，我拢要甲回做龙二，结果嘞，虽然2010年4月30号经过行政院核准以后，伊嘛阁后悔呢，伊到121年，阁甲我讲安怎，不我你吼500米为伤多啦。哎吼，缩过来250米呀，所以拄只讲哦，叫阮啊要搁套1540公顷出，所以要啊各位报告就讲，唔是昆林县政府讲安怎就安怎，所以我今天是负责任的态度，要让大家知道，就算我们的宿命，本来我土地就是要在农业发展区里面，但是也应该要我们的权利，所以土地管制规则公布以后。大家才开始起着惊，为什么这么多限制？罚款这么多，60天内都爱提出你的诉求。所以，我密集的开会，为透早开到暗，为拜开到拜五呢，一直开一直了解，所以啊，这土地管制规则，我们有提出更多的异议。当然啦，这边的国土计划真的是危害我们这个农业县真的是很多了所以嘛是爱有人发声啦。啊，那阵讲等户拢总无人会发声，啊，干那要粉饰太平，啊，用渔民政策。最近那里俩，我要甲各位报告着，昆林县人，咱的农业要来英雄，国土要来英雄，要英雄嘛，爱农民先有法度生存。那阵讲哦，都无法度照顾弱势的农民。我今日开这个说明会，就是要咱在座乡亲知影，国土计划以相关之法土地管制，他大家初步先知影一下。另外呢，咱就是要啦，收集意见。台湾拢总偌济人，2000万多人对无？啊，恁台湾的土地拢总农地啊有偌济？你知哦？70、74跟81万，84万公顷除以2100万人，一人爱负担偌济土地？我若分你讲分起来哦。我知影负担偌济啊！我知影负担23000公顷尔，结果你叫我画87000公顷，这6万公顷要怎样做？国宝鱼是啥物事哦？歹势，咱是讲伫龟伫山区的哦，所以国宝一、国宝二较济。啊，国宝二就是讲，你这土地允许有条件利用，环境敏感较低，咱讲起有98%。拢爱适用国土计划，拢爱适用现行的区域计划，所以国土计划对咱贡献其实影响是最大的。土地是咱的财产呢，是宪法保障的呢。你要搞爱土地污染的，我才无咧插潲你。
所以讲，这个、部分甲大家报告，咱即马是咱送袂出去，因为馆长就考虑着讲，哦，这真严重，哦，这是要来办这20场的说明会，来甲大家说明讲，啊，拜咱的权利也被咱呐。另外就是讲，咱透过这个机会，阮即马，恁即马来有现场的，你若知影恁，恁土地地号的，阮伫恁的咱的驾驶证这边，咱有四台电脑。你会用去甲你地号报咧，伊就甲你讲，你即摆地号土地是划咧农业发展区，还是城乡发展区？哦，还是农一、农二，还是农二、农三、农四、农五，到底是划一堆？伊就甲你讲，先甲你了解初步你的环境啦。所以咱是做希望讲，即个乡镇立中，你讲中央赶快入房，除了有全国的、有关的，过来就乡镇的，哦，即、這个部分下摆会当慢慢来解决咱即个登记以来，咱即个因为即、這个。地形的问题、土地持分的问题、共有的问题，无得解决。即个就要透过咱最后一个乡村地理统计局，但是甲大家报告，即、這个部分也阁无得是安那，因为还未入法啦，还未入法就无游戏规则，无游戏规则，阮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就无得做。金属花班，希望国土计划卖遐早实施，万即个两档甲三档已经拢有连续拢有提案啦。啊！希望讲这个希望金属花瓣唔通贸然来实施，咱嘛是这个诉求啦吼。就是讲，希望咱甲民众讲啊清楚了，民众拢了解了哦，再来实施，安尼是这个进行下再来落实。啊，各位，咱大屏有95%的土地，拢是伫这个飞刀哦，拢是都是叫另外。啊，其实伊上个感觉的就是这个啦。咱即摆有当时啊，这个土地吼，伫路边，咱希望讲会当吼透过写一个兴办计划。所以说咱也未讲中央对外拢用款，